对啊，对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是多久了？四个月哦。四个月啊，嗯。没把它吃干净了吗？嗯，好。我怎么了？很好，帮你擦个嘴不行吗？很好啊。唉，然后我们认识了有四个月了，嗯，第一次见阎王呢还是小孩子。什么叫第一次见我还是小孩子？说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见的。读了不行吗？可以。你也是好漂亮。你够了。你来吃我的月饼。我不吃月饼，你给我放。哎，你吃一口，我从成都带来，你吃一口吧，给点面子嘛，朋友。听说对视很久的话会哭哎。那你哭啊。你真漂亮。你有毒啊，杨月饼。你今天吃错药了吧？我夸你怎么了？来吃个月饼，你吃一口。来，我们先对视，对视完之后，你吃一口嘛。我从成都带来的，我就想着我们在台湾肯定要过中秋节，所以我从成都带来的月饼过来。嗯，我从小吃到大的月饼，成都的，很好吃，超好吃。我从小不喜欢吃月饼，那估计是我吃的不是特别好吃的月饼。对啊，虽然我们刚吃火锅，我吃到了一种东西。我们刚吃火锅吃好饱了，我吃到一种东西。叫做你的味道。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我没有啊。原来我是蛋黄月饼味。嗯，这下可以分一下你。啊，转过脸来，我帮你擦一下。你床上了。再帮我擦一下，好可怜啊！还自己擦，我帮你擦。你就让我帮你，你刚刚说那句话意思就让我帮你擦，对吧？多帅，多帅！你真漂亮，多帅！你真漂亮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错啊。哦，你说我第一次见你吗？才开始见面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很装帅，就话也不说，戴个耳机。之后就觉得你还不错，就觉得你是个小孩子。没了，毕竟我是哥哥对吧？毕竟我是哥哥对吧？别闹。我没闹。认真的。今天有点不听话呀，也没。是我吗？啊。说什么？就读了。哎，认真聊天，认真聊天。你怎么面色红晕啊？气色好啊。你看我们有色差，心跳有加速吗？没有啊，你摸一下。那为什么面带红晕？哎呀，心在左边，右边。在左边。哇，你胸跳好快。但是你看到了吗？你够了，我走了呀。拜托，我们在一种场。一张床上，一张床上，一张床上。
报警的。喂。聊天啊，没认真一点好吧？你看大家看你，是不是认真听你聊天？不是让你搞这些有的没的。发现你们好可爱啊！下个月。别闹，把刚刚月饼吃完。我吃不下了，我真吃饭，你就说我胖了，你还让我吃月饼？哎呦，谁说你胖了？刚刚谁说你胖了？刚刚旁边那个谁，就这个人，你认识他吗？刚熟吗？就这个，你看那，打他。好，我打过了。好，谁说你胖了？没有人了吧？吃的吗？我不吃了，别拿过来。我真胖了，我要减肥。中秋节快乐！你喝多了，你没关到来呀。